不会以为我的直播间被封了吧？哎，也不至于是吧？我那么厉害，也不是就是，大王那么喜欢我，怎么可能？不行，这个灯看到我看不见自己。什么好久不见？10分钟前才见过，怎么可能会被封？像我那么聪明的人，我就算被封，我也能破解出来吧？是能破解吗？不知道。我可以开小号，也不行。也倒不是被挨骂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人来骂我。就他们都很喜欢我，舍不得来骂我，是不是？对，毕竟我可是我的绝招的，我有君君，就是就或就是，只要献出君君的 一条腿，就是，哎，君君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君君在笼子里扑腾了一下。但是现在才来的错过了我男装帅气的时刻，现在，不行，不想戴小红帽，我想戴小粉帽。毕竟我现在可是女装大佬，不行，我还是仓鼠都没回我微信呢。本来今天只回去想找他的，过了吧，简直还会车祸。我不可能会有双下巴的，好不好？喉结可以画的，
怎么画，喉结长什么样。小薇，你可以让我摸摸，可以让我摸摸你脖子吗？不要，我就看看你喉结。你看你自己的。我没有，没有喉结。说了我有喉、啊。我到了，在这，你知道在哪了？男的才有喉结。那你怎么有？我有喉结。有。我有一点点。对，我这里是平的，小文这里有个凸出来的。我是变性的。你可能是也去了，也和谁谁谁，呸，是这个圈吧？不知道呢。是吗？有吗？卡！天哪，路好黑，这些有了吧？没有坐到木头上。对，我有喉结。我不是肉多，什么鬼？对，我今天就作为一日限定大傻逼的 C。我怎么这么说自己，就是一日限定 C 位。太娘了。对，老娘呸，老呸，本少爷就是 C。 对，谁知道他们在哪开手眼，谁关心他们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对，叫自己宝宝嘛，那好好 gay 啊，娘炮。我就是会拥有所有的 SH 的成员都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啊，他们要在梅奔开什么鬼？哎，叫我宇哥，哎，这个名字喜欢。我们团开演唱会还是空一半呢。对，我叫什么？叫我宇哥，不是，不行，那是江振宇的称呼。江振宇叫我宇哥，其他人就叫我，雨爷，你叫我星爷是吧？不太好。叫我什么？叫我什么？雨帅，雨少爷，雨大少。不行，雨少那岂不是和……哦，在这。和我家妈有都谐音了吗？60%的上座率，我觉得已经很惨了。像当时我第一次看总选的时候，还都是虽然上面的都可能是些很便宜的票，就他们都会去买一些那种。亮闪的那种荧光，他们就没有大闪，也没有应援棒，就是那种几块钱一根的那种棒子，然后很长，然后就会闪的那种。到最上面的那个山顶，他们就是用的是那种吧。对，那时候感觉坐的还是挺多的人。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场子小。叫我雨爷，雨爷吧。
你们知道吗？这个白粥，可是那个女团成员潘英奇她上午吃剩下的，对，我一个男团成员在吃女团成员吃剩下的东西，里面加了白糖的，嗯，我记得有一次去是30块，然后不能说黄牛票，不能说黄牛票，这个不太好，嗯，不提倡。嗯，为什么要发甜甜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发甜甜甜？不，外币外扣不要我工资，我是男团的，对，我是 DS， 我是男，嗯。老娘本少爷可是男团的成员呢，哼，本少爷男团成员不归女团管，是吧？而且 YBY 嘛，我撩一下他就可以了，就是对，我相信啊，不要，救命，不要跟他说啊！我撩不动他，撩不动，听了完蛋了。等一下，我可能就要变成一个黑白的框了。对，那样虽然我那样，我们俩肤色就差不多了，但是，自己进来，在呀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来啦！哦，你们说的，出现在刘英面前，哇，不行，啊，天哪，我头也太大了，我就头那么大的出现在他面前，不太好吧？我还跟问他帅不帅，好窒息，我感觉他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傻逼，到时候我就真的是成男团成员了。不行，很窒息。嗯，但是不要紧，曼玉喜欢就可以。嗯，他说不要紧。我能搞什么事情？我什么事情都没搞，对吧？我从来不搞新闻的。嗯。怎么跟本少爷说话呢？我叫雨爷，但是对，我其实嗯，
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我给自己取个名字。嗯，作为 ACE， 我要取一个特殊一点的名字。叫什么？叫什么好？君君。不行，对，我就是君君。什么？不要那么什么什么大富什么鬼，什么笨狗蛋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接地气一点。嗯，狗蛋也不行。嗯，叫什么？嗯，要取一个大气一点、高贵而又不失腔调。嗯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乔文，你觉得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那个叫潘多肉的，你潘多拉，潘多拉，不行。嗯，爱新觉罗太那个，我也要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皇甫。对，叫对，我知道我要叫什么名字，因为呢，我是 DSB 的 C 位，我肯定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。我其实是个混血，你们看不出来吧？对，其实，我是个混血。嗯。给自己取个名字吧。哎呀，吓死了！这啊，给自己取个，我要取一个帅气一点，还要带点儿的那种外国名字，知道吗？就那种外国的名字。对，外国名字，我混什么血？我是，非酋配，就是混一个比较好一点的，就是阿拉迪拜的吧？对，混迪，它是非洲国家吗？嗯，就这样吧。你叫什么？叫。什么什么点，什么什么点，觉得起码有四个地方。什么？就这个名字里面起码要有一二三四五串字儿。对，五串字儿。我们先取一个。哎，杜贝心，你这个是太中二以前用的名字了。对，要取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的。对，杜边这个我放后面，就是随着马友的姓。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怎么样才能字写的好看？字写的好看，我上次看到 B 站有一个视频，他就教我们字写的不好，呸，教你们字写的不好看的人怎么去写的好看一点。就是他说，下笔就是要，就是比如说什么，就是什么，看得到吗？很大，就是要有一个回。就是第一笔可以什么，它就我觉得我那个灯笼上写的字都很好看，你们没有觉得吗？比如说我现在因为现在没有板，对不起。丑不行。想起来了，还是丑不行。
我要去复习一下那个视频，我要去复习一下。因为他说字丑的人怎么才能写得好看一点，他就是说要这个方向，这个斜方向往右上角写，对对，但是又要我渡边，对，我姓渡边可以，对，因为我是大傻 BDC 嘛，大傻 DSB 的名字肯定也是因由我而来，对，由我而来，嗯，那我就一个缩写。字的名字渡边什么来？是什么鬼？嗯，卡了吗？还好吧？没有被复工，还好吧？叫什么 ？A4 开头的有什么字？A4 开头的叫什么字？为什么呢？他要叫那个名字呢？因为我啊，因为我是他们的 C 位，因为我的名字，对，叫什么？对，第二个字叫什么？想一下啊，君君不行，叫什么呢？对，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换一个口红。对，你们想不到吧，男团的人还用口红，不行，口红不好，不够红。嗯，不行，好娘。嗯，对，可能我不太适合恐龙吧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换一个。对，第二个字叫什么 ？A 四开头的字有叫什么的呢？叫，对，叫哎，帅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帅可以，哎，渡边帅，这个不错，渡边帅，我本来还想叫什么，渡边塞纳和什么，那接下来剩一个 B。B 怎么名怎么取呢？就是要俗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是 ACE。渡边帅什么？渡边帅什么？还有一个 B， 有什么名字？好，我没带字典。要有那种霸气一点的，渡边帅爆了。伯爵，我就叫一个，取一个文艺一点的，我就叫渡边帅伯爵。这怎么写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是这么写的吗？
什么小刺鸟，我教你们一个词叫小刺，算算算，就渡边帅伯爵，渡边帅伯爵。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？对，我其实是一个英国皇室的贵族，对，一个很中东的名字。不应该说我今天好看，而且我现在不是新语，不是我现在不是新语，我一直都不是新语，我是迪耶琴。我都听不下去了，什么嫌弃我？一直在吹牛。哪有吹牛？我在说真话，我真的是混血，我上辈子是混血。我是英国皇室，英国皇室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英国皇室叫什么？英国皇室叫什么？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斯，伊丽莎白不是只鹅吗？啊，不是一只鸭子吗？点伊丽莎白，不行，叫伯爵岂不是降低了我的品味了吗？那就叫伊丽莎白，那我就叫渡边帅伊丽莎白。然后最后还差一个，这就很那个了，很不错。帅的英文怎么拼？瓦塔纳贝点帅帅帅帅帅 SHAI 点 A D 萨白点。那位小文被我逼迫了。在什么伊丽莎白点我叫我的本名叫什么，我叫本名叫什么，本名叫什么，本名叫，要取一个又土但是又很 ACE 的名字，有什么？你们知道什么？不行，我就自己去吧，我自己去，取个什么名字？不行，那就这样吧，就取名字这种东西太难了。伊丽莎白，查克认土这个也不错，但是不行，有点土。叫什么？伊丽莎白点二后面一定要跟一个好一点的词儿。二军，什么鬼？对。
岁小文，你和英国皇室的人的妹妹配的姐姐做室友，你岂不是应该很荣幸吗？二秒吧，不是太娘了，不行不行。不行，要赶紧想。小文，你帮我想一个吗？我想不出来。小文他脑子直，我都想不出来，小文怎么可能会想得出来？想不出来你想要的风格。奥古斯丁，对，江正义他给我取过一个什么名字，忘了。我想要什么风格？你喜欢什么风格？你要问你自己。二娜。不行，二军吧，就军了，对，不，我要取一个叫，我要叫君子，可以，君，不是。叫不行，叫君什么呢？我还是叫茶吧，不行，树人，我叫树人 ，tree， tree man， 可以，我决定了，我叫鲁迅姓周。名树人，对，可以，对，就叫他，我就叫渡边帅，渡边点帅点伊丽莎白点树人，可以，我到那边点帅点帅点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点曲美，点曲美。对，中东血统是哪来的？就是可能就是太纠结了，我到时候。你是真的官博吗？是假发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剪短发？我已经想好了叫什么了，我就叫树人了。对，我叫潘树人。对，而且对，加个财团可以，渡边帅，就这样才可以吸引女孩子。那也不行。对，我就叫渡边帅，伊丽莎白变树人。行，那就这样。对，我来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是潘一奇的孪生弟弟，我的名字叫渡边帅伊丽莎白树人。不行，一点也不那个。
到时候名字到时候再想，对，名字你们不用在意，名字我回去之后再编，不是再想，再回去我翻一下我的本子告诉你们。嗯，对，我名字里面可能还会有带着什么冰冰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的名字这个只是它的缩写，知道吗？嗯，这只是它的缩写。好，对，我呢是一个男团成员，然后今天呢来到了我们 SH48 的生活中心。对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团。那、啊、我特意把自己穿的跟个女孩子一样，娘的不得了。嗯，我还没出道呢。对，我作为 DSB 的 C， 就是我，哎，不得跟你们炫耀一下，我是他们老师是谁啊？也是马老师吗？不是吧，不可能吧。就我是我们的舞蹈老师挑中的 C， 对，没有错，人群之中他一眼就看上了我。呸，就是那天我在街上逛街，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生，他很冲动的去拉住了我的袖口，他说，哇，看你骨骼惊奇，哎，看你骨骼惊奇呢，你很适合来我们团哦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这样被拉到了一个什么面试间，对，一个小黑屋里面去面试。然后没有想到，果然聪明如我，再加上帅气如我，很自然的就作为男团就成功进入了某个团，虽然也不知道这什么团。嗯，对，当时我觉得可能我是不是那个，天哪天哪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因为我长得和阿吉很像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和阿吉很像？呸，阿吉长得和我很像，阿吉长得很像我。我为什么会进这个团？难道是因为直接求而不得，所以就是想推我，就让我，所以让我做了 C， 因为我阿吉长得像我，所以就让我做了 C， 就哦，天哪，不吧，哎，我知道我比他帅很多，但是这样不太好吧。嗯，我感觉已经，我的自我介绍已经说完了。对，那以后我就会住在我们的，混在我们女团里面。啊，好痒啊！救命！什么潘多肉什么鬼潘少肉。嗯，啊，不行啊，我也想去陪黄东阳的，但是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啊？嗯，对，现在树人他已经下线了，他已经退场了，但是我明天早上还要上声乐课，嗯，都好可怜哦。对，是本来是想今天和草草睡，但草草一直没有找我。哎，小妹草草不找我。草草不找我，找不找我？他肯定是害羞。每次见到我都会害羞，不行。嗯，
其实那天公演回来之后，本来是要去找鱼哥他们的，然后结果我问江正义在哪，还好我提前问了一下，然后他说他回家了啊，就对，本来那天。还是这个好。我也想约男朋友一起去。对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鱼哥他们好甜，怎么会那么甜？哇，羡慕江真怡，羡慕他，他们两个超甜，那个微博也超甜，羡慕。他们房间超棒。秀恩。你干嘛要 Q 我？那 Q 是什么意思？哼！哎，我们两只兔子都是母兔子，所以不用担心，生不了孩子的。这个我承认实在是比君君可爱，君君。怎么了？因为我有一个灯，因为我开了那个打光的灯，所以就学会那个。对，我在那边帅军出现的。不要吃啊，宝贝。君君，他躲到我怀里去了，他躲到我怀里去了。腿上，在剧场滑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滑的。君君在咬我头发。
君君他现在很舒服的倒在我的怀里。他都快睡着了，整个兔子都躺在我怀里。嗯，好乖乖乖。哇哇，小薇，你看君君的毛长得好好，你看这儿雪白雪白，重新长，雪白雪白。哇，天哪，正经，你看他这片毛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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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去去去。对吗？对吗？你们都在说些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老婆，嗯。好，今天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。妹来跟大家说拜拜吧，拜拜。